功能定位是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最大优势的关键。大湾区内各城市和特区要有合理的布局和分工，根据不同的功能和定位做好自身的规划，错位发展，互补共赢，利用好香港的金融服务业、深圳的创新、珠三角的制造业、澳门与普吕士国家的关系，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，增强区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，开拓粤港澳经济合作新的模式，促进产业链的升级，将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